成员定妍因为心理因素三度宣布暂停活动休养。她虽然断断续续参与团体行程，粉丝依旧心系她的近况与健康状态。日前她和队友默默一起在直播中与粉丝互动，隔了许久再度露面的定妍先是开心的向粉丝打招呼。안녕원스오랜만이에요안녕하세요잘지내셨어요너무잘지내고있어요定妍主动报平安，透露目前过得很好，与粉丝互动长达20分钟，直到被叫去换衣服，才由 Sana 和子瑜接手直播。直播中的定妍气色看来不错，让粉丝疯狂猜测她是否将正式回归。九日根据韩媒报道，经纪公司透露定妍的健康情况还处于反反复复的状态，如果状态 OK 就一起参加活动，若状况不允许就不参加。无论如何，能看到定妍再度露出开朗笑容，这些等待也就值了。Thank you.